有朋友问我原来长啥样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原来的我，我就吃这些，口感脆爽有嚼劲 ，nice。嗯，好是吧，冰凉爽口 ，nice。老公，我们家的厨房也太小了，连烤箱都没地方放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最近啊，在京东上看了一款火星人寄生长，能蒸又能烤，做的好吃还出锅快，关键还有一个挥手控制油烟的功能，不会弄脏手。原来家里还可以这样，要我说啊，还是你们女人会过日子。嗯，口感甜而不腻 ，nice。老公，你今天在倒什么？今天倒个汉堡软糖，一会儿你尝一下。这两天外卖吃多了，尝不了了。喝点新三九胃肽吧，稍微舒服点就可以尝了。Nice。老婆，今天是我们相识五周年的纪念日，感谢你这一路的陪伴。这个 DR 钻戒，一个男人凭身份证一辈子仅能定制一枚，送给我最心爱的人。Nhấn like và đăng ký kênh để mình có động lực làm những video tiếp theo nhé.